好，今天玩的是一个非常酷炫的游戏。那首先我们就先布定哦，超可爱的界面啊！那虽然只有英文哦，但我们先按照他的任务去解就会玩的哦。方法啊，我教你们玩，蛮简单的。这些都是可以顺便学英文的、啊，有没有？这边可以做两个。勾脑是什么？我们开始可以用一些道具。所以一开始只要做东西就好了哦。那到底怎么 battle 啊？哦，可以 battle 了。来看一下 battle 的部分。哎，怎么办？他是叫我抽的意思吗？可是我这边没有钻石欸。那我们先等好了。哦，第三洞。然后因为他攻击的那个很像还没出来啊。Crane 就是获得全部哦。这面向他的通行证，全部领起来。嗯，这个，所以他在玩什么？他在玩建设啊。看样子是啊。嗯，好不好？所以说等他的任务是不是？应该讲说要来这边抽恐龙啊。